坦诚红毯，武媚娘冰冰从蛋被咔嚓，死敌肖淑妃裹棉被吓人。第68届坎城影展台湾时间13号晚间，在英格丽褒曼海报下隆重开幕。上届影后朱莉安摩尔打开深 V 超性感。Oh, so sweet！ 娜塔莉波曼这回以导演身份走红毯，不忘带着编舞家老公放闪，高明华自一身羽毛装超美的。超模们也纷纷进攻红毯，走红毯时千万别走在超模后面啊，因为绝对会被卡掉。摄影哥哥们都把此步的拍子美到抢镜之好。哇嘞，四彩果的客家花棉被走红毯呐、啊！哎，啊你不就是那个斗书武媚娘，战斗力超弱的萧淑妃吗？我求求你，你要做什么？萧淑妃，别再苦苦挣扎了，你的命运已经走到了尽头。裹棉被总比被咔嚓的好，走在超模后面结果被咔嚓的苦主原来是葱花蛋，呵呵，还以为是范冰冰呢。哦，好想再撒个两把葱，加个两颗蛋，就是好好吃的葱花蛋宵夜，再加上蕾哈娜的蛋饼装，今晚你选哪一道？冬季。再回到红毯哦， Angelababy 穿着挖空花洋装露出小蛮腰，只可惜中国女星们露头外边画面几乎全卡掉，只留下灵感来自中国东北花布无敌棉被人的倩影。过于浪漫，对啦，同花在淘宝有卖哟，八斗。开饭喽！我是少敏，每周四中午12点30在苹果 Live 由饭局小姐陪你共度美好的午餐时光。